沙队今日早上6:08，接获国一北向184公里外侧车道有一部连结车停在那边，那疑似有起火。那公司消防队及巡逻车到场来进行处理。那到场发现的话，该部那个货车载运那个防护衣，那货柜的话有闷烧，然后又有火势窜出。那进消防队员的话，在6:37把火势给进行扑灭。那发现里面的车上的货物仍有闷烧的情形，因此的话封闭我们的外侧车道及中线车道进行处理。在8:20的话，确认火势扑灭，消防队撤离。约10:15的话，目前的话车辆已经移至到那个外侧路肩，那应该待会就会进行开放。